各位所有的媒体们，大家好。好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，对，跟大家拜年。是的，待会我们讲，待会要想两个吉祥话，好不好？必须的，现在给你点时间。看起来就非常的吉祥，哎，是不是？我这个配合这三个颜色啊，和我们今天的主题。哦，哇，一开始就冲着我来，那我也来喽。你现在还单身吗？是。OK， 好，太好了。我怎么反应很快？很急的要澄清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要好好言归正传。今天呢，看到你手上的表戴在你身上特别美，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于新嘉兰系列的了解。对，其实我一直很喜欢嘉兰系列，因为它就是一种很贴身，然后非常服帖在你的身上，很薄很薄，对，很薄很薄，就好像你最贴心的好朋友一样。那这款新嘉兰的系列呢，刚才提到它是有一个粉彩系列，包括我们这个皎皎今天很契合主题的这个粉 色，还有粉蓝，然后我们的宁静蓝，然后还有在我左上的这个纯净白，有不同的颜色可以选择。我觉得它是在基础这个浪漫上优雅的精神上，加上了一点青春时尚的气息。那最特别的是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珍珠母贝表面，它其实是用24片珍珠母贝去分割，然后用工匠亲手拼贴而成。那为什么说它很特别？因为这个珍珠母贝，它每片都会有不同的光泽的折射，所以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。哇，说得太好了，你看，不愧是我们合作13年的好朋友，太棒了，简单扼要。尤其你讲到一些重点，好像它很薄，其实戴在身上，我想你现在太戴的感觉应该就好像第二层肌肤一般， 对， 对不对？舒服，很贴身。然后呢，还有讲到24片，哇，这个24片拼24片，将24小时的陪伴，对，一天就是24小时，太棒，太有默契。我一个眼神你就知道我要讲什么，真的是太专业了。Partner， 好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事情是刚刚讲到独一无二，因为每一个这个珍珠母贝，它所反射的光芒都不一样，它是天然的，它不可能是像工厂复制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一只表都是独一无二，万中选一。好想要拥有独一无二的它。对，就是他了。这就像人生当中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真命天子，很难找，那个 partner， 对不对？哎，对，你要转移话题了。有很明显吗？真命天子是不是很难找啊？好难，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啊，只好就先戴戴表啊，表以慰藉一下。对，就像你刚刚讲的说，13年，我们的浪琴是可以爱情长跑时间，真的哎，对不对？还不快，爱情可以这么久，赶快谢谢你的长期饭票啊！谢谢，我们当艺人的近期又在续约当中，真的假的？感谢啊，还没谈好吗？谈好了，谈好了，恭喜恭喜啊！那个艺人最羡慕14年、13年的合约，不得了，恭喜恭喜！好，这样的信任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但是我要跟你讲啊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表本身，因为浪琴的表漂亮，这个没有话说，185年技术没有话说，最重要是心意啦。对，我们今年有福袋哦。哦，福袋，对，就是你右手这一只新年限定表款。啊，我以为你说我就是福袋。右手这一只可以吗？好像不太行，那我要拆福袋了。福袋，哎，我要问福袋，因为福袋当然我们就是说买表就送嘛，限定表款。志玲，如果你有一个福袋，你可以许愿，你希望福袋里面会是什么？福袋里面大的福袋，对不对？随便啊，你想想啊，随便，对呀、啊。我一直都很希望有一个任意门啊，哆啦 A 梦任意门。对，然后现在会更加的贪心，说任意门打开门到了对的地方有对的人。啊，你想要一个任意门打开就有对的人？哎，怎么好像在念 rap？ 我想要一个任意门打开就有对的人。哦，所以你新的一年希望有个任意门，然后赶快找到对的人，祝福你哦。对对对。OK， 好。不过我觉得你也不要太急，因为我们也习惯你单身了。我不是很急，你太习惯了。你如果嫁人，我觉得有点不太舒服，太习惯。大家因为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祝福志玲哈。他的新闻在太多了，真真假假，大家不要太当真，他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走了。祝福你哦，找到你的任意门。OK， 好。哎，你把打开看看，搞不好就是。这是吗？试试看，还是有哪位要先进去？现在是大放送的意思吗？快点，总经理变脸。好了，我要讲真正的福袋送什么了。各位头上楼上的这些观众朋友，待会就可以下来逛街了。买这只表呢，真正的福袋就是我们准备的真皮的这个手提包，而且还有浪琴专属的红包袋。哦，而且要买浪琴表要去哪里买呢？就是台北101啊。
我也不能不这样说嘛，是不是？对。而且101，哎，我也不止这样。从今天开始有积好运抽红包的活动，好，就从今天开始万元加码，宣传一下，宣传一下哈。对对对对。懂得交朋友。对对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新客户。对对。101啊，哦，很久没合作了，我不知道得罪谁了，奇怪。哦，对对，哦，有的有合作过，这有几家有认识的。